我穿安尼敢有好看？啊，对啦，委员是毋是拢困这个位置？你是毋是答案拢甲伊揽调调安尼困啊？嗯，你紧落来啊！只要我甲委员名称，你让人斗别听话。哎呦，只不过是一张名称，你敢有需要我叫你大姓的啊？你紧落来哦，你。我爬不起来，你跟我约吧。你起来，亲门大吼，搁困在文员名城，上过分了，帮我刷好不？过分的是你甲高文员呢，你想要摕着我的合约，我不过说唔肯，让我要滴的，你敢对得起我？好啊，你卖啦！我不来了，我不起来了。我是不是有听到有人的声音啊？你不是讲，伊拢出去替恁爸庆生，暗时才会回来？就顾不来文云到食饭啊，我就想黄爸爸出落菜。我嘛是。爸，我甲嫂嫂吼，嘛有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阮就藏在厝内底哦。就知影你临时改变主意，一定有问题。哇！哇！吹掉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吹掉了！哈哈哈哈慢慢感觉受意外啦，林美妍早就甲咱教室讲的真不要紧，打伫土甲糟蹋啦。之前林美妍为了要让黄云山摕到 luxury villa 来设计啦，就摕我甲安迪设计的相片来威胁我，啊那无，伊就要传给紫薇看。不过迄时阵，安迪副总的形容改变是咪？侯玉生，这未来 case。维云啊，你爱相信我，我即马是真心想要回归家庭，还跟我好无？来你话诶！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是要怎回报我？你要高高顶到当时啊！咱一开始就是错误，我回去我的家庭，你回去你一个人的生活，这是正确的。之前不是讲你大家跟黄玉生对你无好，你下班回来找就忝的，啊，不过伊拢无留一次无给你吃，你搁爱替黄慧琴洗衫、做饭、工课，拢是你一个人在做的，我根本当拜托你。拜托你别挽留黄玉生，我真正就属于，我就属于伊，你甲伊离婚吧，好不？我拜托你，伊离婚吧，好不啦？你是不是讲什么笑话啊？都是文云要跟玉生离婚，不唔甲新妇的位置，嘛轮袂到你来做。我利用我阿公去开房间的时阵，我阿公公公阿去替你排队。要你想要吃的豆花，你知道我跟我阿妹出国啊？你用水甲商业集团还要提出来，找我阿狗？你今麦讲怎个？你讲我认真？你真正有够袂介绍你？所以我跟玉成开房间的时阵，你已经拢知影。我已经给你足多机会了呢，我一定要替你洗手。你说你在顶手，你今麦竟然跟好意思叫我跟我阿牛好你，你没演。
我知影我这个真正做甲足离谱啊！原谅我好不？你要安尼啊？我是受不起。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别跟我爸说，我一次机会好不？文宇，你别安尼啦。既然你早就知影因两个代志，啊，伊嘛受到应该有的惩罚啦。你敢会当对咱那是一家伙啊？给予玉生一次机会，好不？你莫搁替玉生讲话啊，好不？美妍拄则讲的话哦，就是讲恁啦。啊，文宇哦，既然咱兜这么侪年，拢无过过什么好日子，还辛辛苦苦为咱兜付出这么侪。我来是啥？是银安反背伊呢？我做是恁哦，恁敢会看咩？文宇，我就抓我绝对袂够甘美颜见面啊！我若做袂到，你别拉听话哦，我拢愿意接受。我袂够相信你啊！出门之前，我真正就希望你会当回头。你明明给我足侪机会，当拒绝美颜诱惑。我是真正甲美颜找到足清气的，我拢是为了合约才甲伊见面的啊。而且你是安怎唔当大家面头前讲清楚？是安怎输掉头暗去？我想讲摕到合约以后才甲你讲，我真正想要做一个最有名的设计师，让恁大家都过好日子。啊，无我拢是为着你，拢是为着你啊！我爱死！这么悲惨，我连当都没当过一辈。大家你拢讲是为着我，是为着这个其实根本就是你欺不起用我，我真正不知道要怎原谅你。妈，拜托给我倒三缸。倒三缸，这次好，谁都无法度给你倒三缸啊！你家己哦，好好反省啊你。妈啊！我是对不起子薇，啊，不过我搁知影爱面底皮。而且当初若不是你威胁我，哎，我去甲安迪进出 luxury villa case， 我原本已经要甲安迪划清界限啊。是你无顾咱姊妹仔的情分，把我逼甲无路通行。小川嘛知影，我已经要离开安迪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你无甲安迪副总讲清楚，是因为美颜威胁你。林美颜是欺诈心。你竟然为着要跟黄玉生做伙，连家己好姊妹都会当威胁，这摆不是我一个人唔对，有少一摆嘞。我嘛感觉我对不起文宇，我嘛是要跟黄玉生分手，我一个人咧痛苦咧丢毒，我想要找人参详，你两个人伫倒？你拢咧无疑处理家己的感情。假如讲你愿意陪伴我，听我讲话，陪我做伙去抓黄玉生，我嘛袂不甲其他你一直聊落去。
什么事情做？什么丢人的钱拢是假的？我无遗憾，我根本就无需要你这种虚情假意的闺蜜。我刚才准备爱我的爱情，你拢别怪我，你拢假当作。这个草想出来变安尼，既然伊坚持不爱回头，奶奶咱嘛无啥物好讲的。别回心了哟，老火骨嘞，让厝边头尾知影哦，你到底做唔着啥物代志，让委员哦真来伤心啦。黄医生，那鬼人不是我，是你爸爸妈妈。应该还秉烛了，好一下聊聊啊！你真正不是伊在讲，事业上我无法度跟伊斗相共，我嘛无法度替伊生囡仔，今日就无啥物好讲啊！咱离婚。谢了，委员啊，爸爸有跟你讲过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哦，爸爸拢会支持你。你会当哦，卖原谅玉生啊。啊，不过你这个时阵临时临了，等于你后头厝，对你妈妈来讲，一定是足大的打击的。啊！你妈妈的身体才拄好尔，啊，咱是不是搁另外找时间吼，去甲解释，好不好？爸，是嘞，我知影离婚对人家来讲伤害就大，我无想要恁走，不过，我真正无法度。我是无法度，看到黄医生的面，都做无代志，我心鬼。是我的媳妇啦，嘛算是我的查某囝。我真正足唔甘哦，看到你受这么大的委屈，就安尼离开啦。啊，这就好医生哦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。至少给阮黄家的人，甲你好好补偿，安尼好无？委员，你听恁爸的话啦，你先莫冲动。只要你甲玉生的某这位置占掉的，你就赢，吼。对啦，嫂嫂，咱即马袂当让林美妍迄个狐狸精遐尔好过啊。啊！你就是咱家的观音妈，你弟弟才会当给伊定掉的。我会当暂时卖离婚，啊！不过我无法度甲黄医生困做伙。哦，我讲客厅。只要你莫离开，我什么都有当做。我多谢你。阿玉云啊，安尼，咱先来等好不好？来等。